吉田少佐から情報は金の無駄も半分以上した今は手立ちを早野君二已经被我们困死所有牺牲的战士九泉之下都在看着咱们今天到底能不能打上去写下他们的名字我们一起肩并肩作战我们一起跟早野君二算总账同志们同志们怎么用
し今増援しないなら早野くん早野くんは全軍消滅されるかも。バカ野郎、この前から出した2つの中大がもう限界だ。どこから呼べの兵力を制圧するんだ。早野くんが順調に引けるのを祈るんだ。それではカカカカ、も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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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バカ金田大君你怎么来了。扬州城正在被新四军和国民党军围攻，大部分地区已经被他们占领了，我们守不住了，我只带了几百人逃了出来。如果扬州城保不住了，大本营就没了，我们怎么反攻啊？都是你们这些愚蠢的中国人，当时赵义军太相信你们了。跟猪一样，打仗不如你们日本人，还得成天看你们脸色，平时还得被人骂成狗汉奸。可你们为什么养着我？不还是因为我有用吗？吉田太君，你现在手底下有多少日本兵？200个有吗？我再说难听点儿，连喘气儿的都算上，也就100多个人吧。等新四军和国民党军打到这儿来，不还得靠我们这些中国人给你顶着吗？巴格勒，来呀！有种你打死我！如果你不想给早野太君报仇的话。